接下来我要合作的这个女艺人，我呢每一次看到她，我都会觉得啊，有一种很清新的风吹着我，然后她的长发飘逸，然后她的歌声非常的迷人，然后她的笑容如此的清新，所以我就告诉我今天不要张牙舞爪，我今天就是穿着我平常去骑脚踏车，去小七，平常去在家里煮水煮蛋的时候，我就去穿这样。我想要配合他的日常。我穿着是不是很日常啊？你说？欢迎我的女神。